他当然是要打开打缸，打缸干嘛用的？打缸呢？我们有时候自己有时候要人家干会，可能不大好吃，把这个干在比较好，我们当然要把它比较打缸一下，像奶牛之类的。还有啊，这个出品啊，是那个方向感啊，也是刚刚才要分享。你看这个。你看这样讲啊，因为现在它污染就那么大啊，对不对？你看它多大，然后污染更严重，对，然后它就是影响，所以呢，我要讲讲这个讲到怎么样，很有必要。好，那现在像这个，我提到的是，大家讲或者说像这个开在现在开什么大门赛啊，因为我们有家人在，大家有很多的餐厅进行反复，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打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方法啊，把这个放下啊，来，我先拿这个给你看，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打光在哪里？在修正工具里面，前面应该打光，然后，好，那你记得一件事情啊，修这个工具的话，你的图概念。因为我在用原始的尺寸，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再缩小一下。你用那个讲它，你想用什么控制的？我们想用小小那个卡数量、卡卡的量。嗯，对，卡卡里的那个卡卡。好，我再把它缩小一下。好，现在你看我选的这个，你看在右手边，有没有变成那个工具？对不对？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比较大的，如果说不够大。我就把这边稍微调整一下，目前的话，所以这样子怎么样？你看它这样子那个表面洗干净了，上面也洗干净了，对不对？都洗干净了，没有问题。然后你看这边吧，好，那这样你看这边，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一张啊，这张吗？这张吗？好，这样我把下面稍微调整一下。好，你刚刚讲的是比较好听。好，一样，你看我们在舞台上，像这两位都是站的还算不错的地方，然后马位好在哪里？因为呢，一旦他们一旦不站怎么样，这个最难过的，这些都是没有的。好，没有人，没有人，但是我们讲灯光的工作嘛，人不来吗？旁边的人怎么样？每个都蛮可爱。好。好，不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只是在做地方而已。有没有亮一点？有啊，我刚刚是感觉在那个暗的。那你看呢？我不会做，看看图有没有亮起来？没有，没有。所以记得，如果不做，然后再看一次。好。你要按一下这个更新软件，了解吗？好，所以这里按一下，其实我帮你做好了。刚才咱直接这里点开，你看看，所以你下去怎么样？大家怎么样？一起做完整的，你再装好的，好不好？来，你看这边，你看，你再装好的，有没有？我帮你点单。如果他人火呢，很多人火在，六万人会很多，对不对？对啊，不用选了，这样子就好了。好，刚刚记得了，嗯，好，这样就不会了。哦，这都打光了。我不管怎么样，你现在会多了一个办法。你想啊，现在你刚刚讲的还好一点，对不对？对啊，你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好，你可以看看呢，打光这个是很好用的工具啊。你可以看，那这样的两方面就是发现什么问题，对吧？这都是隐藏的，对不对？都有问题在的，啊，有没有错？没有错，有错我就正确，没有错我就改正，为什么哈？你们
我们用这个打光的东西，它对于你的这个科学产生的连主观它都是光的光的合作你说的来这种光光的合作我们都可以打没有打的就是没有产生打的没有产生没有什么叫产生你看现在那个主管是一个创意人啊，越现在他就把他打的越打，看起来越他浏览的人数好。那所以你看这个，你看这里，那么他这个人是加的，你们老师下面还是加的，下面这里对不对？好，那他是漂亮的，好，那就是他的保护单怎么就是的。好，然后用副表，我把它放到里面，然后大家看得清楚，看得见到。好，我们再拿出图，你要发现，这里在变黑了，但是这里情况发现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其实像它这边我们是全打或全黑的，这边没有作用，好，没有作用。你这边如果它不是在这边，所以当然没在这边，我尽量避免它讲到这。因为你开展到这一块，或者是在你第一个，我在那带眼镜的话，我们是什么？是在长高，还有你想的长高。第二个，我就眼睛是为了不要长眼，你要长高才叫长眼。但是你不管长高，就不会变亮。好的，眼镜怎么说它亮？不能太亮，好，不能太亮了。所以你太亮了，这一块你是全黑的，那种就没有效。好，真的是，你要在这个头打的，你就那个黑白图像啊，这个可以变变深一点。那大家有同学知道吗？本身是这样，对吧？因为整体上色。好，是啊，你把这些整体的很多颜色，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你们比较清楚你要用什么颜色。啊，整体比较好，好，这比较好。你会记者吗？你会记者吗？全体人设，你会不会记者啊？啊，就这种，反正就平面这个人设嘛。好，所以你就看一下这个，像那个这个叫做打光，那地下这个叫做什么？滴滴。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滴滴怎么样在我们哪里？就是像平面人设。好，这个东西已经拍下去了，这是我的前期的内容，那你再看，对不对？好，这边是我的 CD 纸啊，CD 纸。那我这边这边呢，也给各位看一下，真的有没有拍哈？那我把这些还给各位重新准备一下。其实呢，我们一般哈，你在这里的时候啊，还拍不掉的。我们在拍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想要滴滴，但是我的加分选呢，都是在这个上面这条，按一下你都会看到。有没有滴滴值？对不对？那你看呢？我来了，右边条，有没有右边亮？对不对？我往左边条，是右边亮。所以你知道了吗？事实上，我们刚刚在对吧？这都是肯定说的，是不是？这个在前面就是，只是你拍的时候没洗澡而已。这个因为他说你找到了，但是你找到了，你找到了，他找出来了，碰到了他给你的，好，所以其实这个在这个上面这是一个条件，算是应该比较清楚了吧？好，我放下了。你刚刚是在这个中间。你怎么想的？我们是正常的，我认真的。对，好。我们现在用你刚才的那个东西，好，这刚刚说出来滴滴怎么讲的吧？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